且我他都每天讲课都讲小亮。玩完了是不是？请你们吃，还是 ice cream？ Ice cream， 我要 ice cream， 你看看。哇 ，waffle double， 哦，我这个。100，100。这个是大 family， 一到四种口味，然后可以把所有口味混在一起，是不是？那就拼什么？没有可以啊，一人一杯啊，两杯。Half gallon 哎，超大，有点多。那你应该点一个比较大杯，会比较便宜吧？好，那就这样。是吗？我不知道这个大到底是几倍啊？基本模式，那就点这个。没关系啊，有吃就好了。他后面有。最多也够了。Add a baking spoon。对呀，那就是接下来。Eat in。不然。No need dry ice。哪一碗？哦。哈哈哈。可以。口味开始。可以过我是不是？一人选一个。是 Dino Jelly。Shooting star。Black sorbet。I think it's wonderful。看起来不错。我要 black sorbet。好，你们两个一人一个，哥哥选两个，老黄选一个概念。看 thinking。Super thinking。儿子你再一个，宝宝也一个。看什么？啊 ，thinking。那我要那个 New York cheese。好，宝宝。那我们就在这里思考半天。三优格。你要抹茶。啊、还有这个什么？奶油抹茶。开心果杏果那个。奶油抹茶。那是 green tea。哦、green tea 啊。Oreo cookie 啊，这看起来很保守。还是你要 shooting star？ 这看起来。shooting star 很熟。那你就点。我感觉 shooting star 很赞，我觉得可以。等一下再就来试试，听起来超嗨。接下来赶快，我要付钱。哇，你很多卡。那你可以看看。不然其他的，他就不见。哇，他不见了。这个吗？嗯。140。他真给你，这个也放大多、啊，对吗？这个应该是300多、啊，这个应该也是300多、啊，对，钱300。结果这个好像还好、啊。好，肯定。Check order， 还有其他的？这样就好了。Ice cream cake， 那边有一整排的冰箱啊，超嗨的。那 signature 是什么？就它配好的。Rice pot ice cream。它上面还有什麼東西，对啊，就他做的，哇，十颗哎，他做的超小球的，就有十种口味啊。好啊，再选择。Ice cream， 哦，你的 big size。好，紧张。Apple mango， 多少钱啊？300块啊，300多块。那还是回台湾吃。什么？你看啊，那是干嘛的？就牵手就好了。哦。card 吗？还是你什么 ？Apple card，cash。Apple， 我猜是 card。什么？哦，那个球球。我这倒是不定。好的好嘞，你要说可以啊。哦。好。擦擦。其实 OK 的。啊，号码在哪里？